伟如你的脸不适合这种比较个性的，太难男生。那搞不好我的都很适合你。我刚刚讲的这个嘛，这个伟如黛应该很好，很端，是不是？很端。苏伟清，哎呦，好轻哦，而且好软哦，这超适合。但眉毛也是问题，眉毛对不起，因为它是用我的去调的，所以我要下来一点。 下来一点，但我觉得它眉毛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眉毛这样那个眉毛这样，对对对对，这样脸变好，而且脸好小，这脸好小，而且颜色好漂亮。还有，哎，我来看看哈，这个镜片的颜色好好看，而且圆的来了，真的，我也很喜欢圆的，有这么大圆，你看。然后我不喜欢买太。 暗的墨镜，我喜欢有一点亮，对，浅一点的颜色，是不是圆的？好看，好看呢，好看。而且这一副眼镜它虽然很淡啊，但是你可以不太需要化什么妆，就会它有一点点的颜色，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化妆。哎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。 圆脸不能戴圆形，但是要跟大家讲，现在的圆形呢跟以前的这个圆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圆在哪里呢？你看它虽然是圆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它旁边有镂空啊。哦。它没有全部的是框着正圆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有缺口。你看这上面都有一点点，这个维如一定也可以啊，就稍微再上一点点，这一定可以。维如，你好适合跟新梅姐一起去买眼镜，可以上镜。对，我两个都有搭。不是，我的眼镜。 都是来配衣服的，我几乎每一套衣服就有一副眼镜，所以我的眼镜就像衣服一样，我每一季会淘汰。就是换。然后再来，等一下哈，圆脸的，再来就是，你说圆嘛哈，对，我看一下这个圆哈，你刚刚那个飞行眼镜对不对？我每一次飞行眼镜我都会卡到，顶到这个，对，顶到我的那个。 肉肉，胶原蛋白，我就把下面切掉啊，可以，下面这边切掉，这个可以，真的耶，接着我切，怎么切？这里就变，感觉它应该是飞行，可是这里我还没有调，这个鼻点的地方你要去调，嗯，对，就不会卡住，它就是会修饰胶原蛋白那个地方，搞不好就是跟我一样，就是这鼻子已经做那么高了，但是还是卡住。 不是，它不是高的问题，它是放太松。可以，而且我没有顶到哎。对，可以。对我还没有顶到。而且你这样脸不会变圆形。你们这是一胚。对，原因是在哪里？新梅姐，这就是你的飞行。我有接班人呢。对，来看一下，你这样淘汰的。你看这个中间这部分呢，它有个 V， 嗯，它有个它不是一致的，它是有点 V 的。对，你们都是一致的。对，这有个 V， 然后在这里呢是有做一个切割，所以呢。 把它的脸型呢，就圆形有做一个破坏。哦，我它的是平的，对，它的是平的，这边是有 V 的。对，可是其实新梅姐这只也好看，新梅姐这只好看，但是因为卡住，但是因为新梅姐平常她的穿着的个性，她也不是这种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即便好看，我讲过了，谢谢你，就是你即便。 这样，这个好看啊！哎，真好看，真的好看。而且跟衣服这个这个这个型，就会修饰圆脸，然后它的侧镜框那个漂亮，侧边也很漂亮，很适合我们圆脸，真的真的。哦，是不是？好，而且脸好小哦，这里变好小，是不是？就因为这样，我就买了一个这个。一胚，是不是？好看哦，真的，我觉得还挺小。而且，我跟你说，不会脸，挺小，而且要揍人感觉。而且呢，它这个你看它的镜片是有渐层的哦，所以呢，它的脸型呢，下半部会多对小一半，小一半，对，它如果是整个黑的话，也许你看它会觉得很重
因为它没有勾，会夹在那个头发里，对啊，没有勾，夹起来用那个黑夹子夹起来就好了。不用你，你在这边弄那个球链，哦，就是橡皮筋，那个绑便当的那种，它就会卡住。反正有一天也会流行这样子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有一天也会。对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看好看哈，对，可以送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可以送你，因为我们圆脸脸圆的，圆的。然后我也有一个，但是新妹姐讲什么都好看，好看，对，红红色。我们最喜欢这个单元了。雷同，对，我们也很适合，是，我也想要突破。所以就是我接近，赶快跟他讲，新妹姐，我们还没带，还没带，哇！这个你不行，因为这个我配了我的老花哦，我以为老花。我要跟你讲，这个三分之一下面这边是老花，然后我这样开车的时候，哦，多焦的，开车的时候我也不用拿下来这样看你，是因为我有近视嘛，然后所以近视在这边，那你在阅读的时候，你会往下看，对，然后看有看人就这样子看，就是不用这样子，哦，好聪明哦，对，多焦的，多焦镜片，然后它到大太阳它会变墨镜，哦，镜片好贵哦，镜片，然后进隧道的时候会变什么？哦，会看到变鬼，神经病啊！鬼，